十分访谈呢，今天来关注的是国庆群众大会里提及的近忧还有远虑。大家都关心生活费上涨所带来的压力，那么生活费涨的原因呢，就包括国人生活方式改变、物价上涨，要怎么当一个精打细算的消费者呢？那另外呢，新住房政策出炉，自愿提早重建计划、家居改进计划二让祖屋保值。新宣布也包括了为立国一代提供医疗保健配套。要进行这些种种的计划政策都会需要资金，那么大家难免会问的是，这些庞大的项目资源到底要从何而来？而且目前全球经济局势不太明朗，那么我国的经济展望、国人就业前景究竟如何？我们欢迎嘉宾贸工部长陈振声部长。陈部长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是，陈部长，首先想请您谈一谈今年的这个国庆群众大会啊，主要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传达了哪些讯息？从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大家都可以意识到，其实政府是非常关注我们国民老百姓的心声，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不只是现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未来所担忧的一些问题。那在现今的问题就包括这个饮食起居啦，这个衣食住行这方面。那在比较长远的规划方面呢，就是包括这祖屋的项目，还有这个保健计划那方面，尤其是年长者的保健。那这几天是不是也收到了一些相当的反馈？对，当然是国庆群众大会过后，当然受到了非常多的反馈。那有一部分的反馈呢，就是说他们是非常高兴政府推出了那么多的计划，让市民能得到一个安心。那又有另外一部分人就觉得说，他们想知道更多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细节。那还有另外一部分的人就觉得说，这些这么多大的计划，这么长远的计划，我们有没有能力实现这个计划？那从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当然我们也有想过这一点，能不能实现这计划呢，就取决于可能三大因素。那第一就是我们的政府能不能保持一个高效率。第二，那就如刚才你所说的，郭亮所说的，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持续的成长。那第三就是我们的社会能不能保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所以对我来说，这三大因素就会决定于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能不能实现我们这些长远的计划。另外在这个反馈上哈，是否有民众也提出这个未来有没有在税收上有没有可能出现增加这样一种局面？对，其实这也是我们考虑了许久的。其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不能把以后政府的税收加在他们的身上，应该以后的政府来做个决定。不过在这个长远计划这方面，其实有两个部分，在立国一代的计划，就像以前建国一代的计划，我们是以这一任政府所赚的钱、所储蓄的钱，把它存起来，然后设立这个立国一代的计划，就是不牵涉到以后政府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决定。那另外一方面，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比如这个这个家居改进计划二啦，或者是这个自愿提早重建计划，那就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成长，到那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有限资源，来帮助最多的新加坡人。但是一般国人可能特别担心，就是自己生活费方面，除了一些很明显的自己做出调整之外，还从哪一方面能够着手来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费的控制能力？其实生活费这个题目呢，对每一个人来说，它有它不同的定义。不管是年长者，他可能比较担心的是他的一个饮食起居啦，尤其是这个医药费的问题。夹心层呢，可能比较担心说他在孩子教育那方面的一些挑战，还是住房的挑战。那可能年轻人呢，是在结婚生儿育女那方面的一些挑战。那不管是哪一个层面，在哪一个年龄的人士呢，我们都在比较宏观的角度上，可以说是在三大方面来三管齐下的来帮助新加坡公民。那第一方面是在政府可以做的，比如政府在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让人家能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有一个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是最重要的。那政府可以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新元的那个汇率那方面要保持稳定，而以逐渐的可能加强我们新元的那个汇率，那就表示说我们买进的货物就更加便宜。那第三方面，政府也可以尽量的去把
提高这个市场的竞争力，比如说这个电源啊，就电费那方面，其实政府已经公开了这个公开电源的市场啊，打开了这个市场。那比如像现在在裕朗区，他们已经有一些先去实行这个新的计划，他们就可能在他的电费里面省了大概一两成的这个花费。所以这种种措施呢，政府可以去帮助大家来缓解对生活费的压力。不过还有另外两个环节，那第二个环节就是社会的力量，怎么样来组织社会的力量，帮助那些更有需要的一些家庭。比如这个东北社区，他们动员了他社区的力量，就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行动，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家庭，把他们的用的那些灯泡换成那种节能的灯泡，就为这些有需要的家庭省了许多的这个电费。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个人所做出的一些选择，比如在这个电费这方面，我们都可以省一省，就是把不需要的那些电的用量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所以我想在克服这个生活费的上涨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得三管齐下的来帮助新加坡人克服，就从政府可以做的那方面，从社会的力量着手，还有从个人的选择方面着手。应该说生活费的这个上涨啊，对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啊。对。请教一下您，从宏观来说哈、未来几年，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您觉得整个经济环境会明朗，还是依然要保持大家警惕？其实从贸工部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大概两大因素，我们是非常注意。第一就是油价的问题，因为油价在这一两年里攀升了许多，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国际油价能保持平稳，因为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的攀升的话，那就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国人的那种生活费。因为油价它不只是直接影响到这个电费或者是这个煤气的这个价格，它也会间接影响到整个供应链的一个价格。那另外第二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现在的中美贸易纠纷，如果这中美贸易纠纷升级的话，那可能它又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国人的就业机会，而且也影响到整个宏观的经济的信心。因为如果市场对投资对企业的信心降低了之后，那又代表着其实那企业的机会缩小了，人们的就业机会，人们的那些所想找到的工作的那些机会又会缩小了，那就钱包也可能缩小了。所以这两个大因素我们是非常的关注。那站在个人的立场，面对这样子一个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你觉得国人自己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谨慎的关注国际局势，但是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其实现今的新加坡比可能十年前或者是几十年前的新加坡，我们的基本条件是比以前好了许多。我们现在我们的工友他们的素质、他们的教育水平都比以前来得好，所以他们能胜任这些新经济模式的需求的能力比以前强得很多。不过我们也不能自满啊，因为现在的现今的这个竞争是非常的强，以前的竞争可能说有所谓分什么第三国家啦，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不过现在由于科技的转变，有些科技在第三国家比在所谓的发达国家来得更盛行，因为他们就超越了这些发达国家，所以现在的竞争模式不是像以前的是一个单一的那种竞争模式，它是一个多边的一种多变的一个竞争模式，所以我们得警惕。是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在今年的整个这个信息推出，好像刚才您在反馈当中也提到的啊，未来的形势不是很明朗，我们也不能自满。这么多的包括租屋计划等等推出，这个大量的钱会从哪里来？所以我想，钱不管是在个人层面或者是在国家层面上，我们都要细心的去经营。那能不能成功呢，就取决于三大因素，就如刚才我说，要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来把这些有限的资源好好的去处理好，来达到最大的效应。那第二的话，我们要克服现今的一些经济挑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油价的上涨，还有这个中美贸易战。不过在更长远的
角度来讲，我们也要继续的转型，把我们的企业的素质提高，让我们的工友有更好的就业机会。那第三呢，就是在有限资源里面，我们应该抱着那种心情，抱着那种态度，就是说让我们把有限的资源把更多的分给那些最有需要的。不过这也是我非常担心的一点，因为在不是说我们有多少可以分给新加坡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要同意说我们大家都把最多的分给最有需要的。那往往在分配的时候，那种公平的定义就是一大挑战。比如你说我们有了建国一代，现在我们有立国一代，那得到立国一代的会不会觉得说，哦，因为我分的跟建国一代不一样，那我又损失了什么？或者是这个社保援助计划有蓝卡，有橙色的卡，还有可能以后会有其他颜色的卡，那会不会说因为我得到的跟其他人不同，那我就觉得说我缺乏了什么之类。其实政府是在有限的资源内是想把最多的分给那些最有需要的，那在这之中就可能在分配的时候的过程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一样的好处，那不代表说我得不到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没有得到好处。那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对于这些挑战哈，是不是对你来说也预示着第四代领导人长远计划当中一个挑战之一？当然，其实刚李总理在国庆之中所宣布的一切，他涉及的不只是第四代领导班子，其实他已经涉及了可能第四、第五、第六代的领导班子。所以作为一个政府，其实很少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很少政府有这种一个长远的计划，是牵涉到三四十五年的计划。其实坦白讲，计划人人都有，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有没有那种制度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实行这种计划。而且在每一个政治环境里面，要实行一个三四十年的计划需要人民的支持，我们要有一种延续性，要有那种凝聚力。如果没有这种延续性，也没有这种社会凝聚力，就算有更好的计划也很难实现。的确，感谢部长的分享，谢谢您。谢谢部长。我们谈了切身和长远的课题，当然怎么抵抗生活压力无非就是要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啊。是，当然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和谐。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大家都需要认识不同种族宗教的节日。那么稍后呢，我们来进一步的认识哈芝节。你知道哈芝像与哈芝节的历史渊源吗？稍后的哈芝节特别节目带您去探究新加坡哈芝节与甘榜格南的历史。不要走开，稍后见。